哎，马卡龙在场边呢接受治疗的。哦呦，这个球强劲啊，中间方向的穿越安打，哦，打的速度真的是快啊，快。这个高国庆如果能够打得到的话，然后有能够上垒，对统一来讲是一个利多了。李一杰感觉这个球啊，就是一阵风，像子弹一样哦，咻的一下就过去了。